燕君，也去有赵英兴别阿囝，也给我高冠达林迪干呢，真正是衰到去扫掉红台布。这高冠达哦，这林片啊，真正就有问题呢。我嘛是做代志欠苦，竟然啊，叫伊来精心建设上班，袂输干那车贵拆油单。啊，伊即卖掠着我一挂税务上的证据啦，讲要甲我威胁，讲我若是哦将伊赶走，伊就要去检举我走水。啊！哎，高冠达，伊唔呐伫感情上哦，这么缺德，伫工作上嘛这么无耻哦。安尼看起来，这个人哦，伊那是恐怖情人，这就是警讯，表示讲哦，这个人根本就无道德观，伊不管别人感受，嘛唔知影感激。你讲了真有道理，原本啊，我是代念伊是小石头的爸爸，我就想讲我要给伊一个机会啦，伊竟然甲我不记住，我真正是目睭也勾着喇叭。阿姐，我看哦，你去找一个会计师替你查销。暴露的部分，你会当问艳萍还是乔涵啊？非得哦，你爱跟家这个恐怖的人划清界线。嗯，包起来，不然对我讲会真深哦。高冠达，你想要偷听我讲话啦？什么偷听啊？我是来看燕君的。你啊，今早来高白门门口讲话，讲啊这么大声，我当然听到啊。温哥。伊伫九号病房，除了申请的亲人以外，其他人拢袂当入去。啊，你陷害伊，陷害到安尼还阁无够，即马来看伊，我看根本就是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才无欢迎你啊！你紧走。好啦好啦，我卖入去就对啦。王金星如啊，麻烦你啦。三号燕君呢，替我搞伊。我是创啥？我是好心好意呢，你也想过分了啦？什么好心好意啊？我看是乌心乌意。这花甲水果，若是经过你的手，拢会变乌色；花瓶就拢会过敏，水果食落拢歹巴肚。考官的，我真正想拢无呢。你到底是在想啥？是安那要甲全世界的人作对啊？人讲哈。迄人情爱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你嘛留一挂拢探听的嘛。金汤，我真正听无你讲啥呢？这切拢是误会啦。啊！我真正无甲赵英斗三行假戏，我收留燕君，嘛是为了保护伊。高万达，来遮创啥？是嘞，你嘛来啊？安尼拄好啦。我本来想讲，我看燕君才去找你啦。即马做一遍解决。子玲啊，小等啊，你看燕君，我顺耍带伊看厝。即阵啊，我找几啊间袂歹厝要互你选，你选好，我就有兴趣，装啊真舒适，当作咱的新房。你是都有问题哈、咱的婚姻根本就无准算的，你到底要入我什么时阵啊？子玲，我知影。你对我误会了，不过咱是阿婆呢。刚刚你要坚持白履行同居义务啊？在法律上确实是有讲翁阿婆有同居的义务，不过你莫了总讲因为安尼法官就会强迫芷玲姐跟你困做伙。你若是想要用这条跟芷玲姐离婚，我跟你保证，你绝对会当拍赢这个官司。不过你若是想要用这条免强制玲姐跟你住，真歹势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姐，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等呢，哥若是知影这个好消息，一定就欢喜。什么好消息？你讲来我听看卖。法官已经判哥跟赵应兴离婚啊，这两天就生效啊。拄只我已经甲芷玲姐讲一个好消息啊！今嘛，我们做伙去甲哥讲一个好消息。哦。爷啦，咱今日看燕君，卖甲这无重要的人浪费时间。哎，芷玲。姜饭的水果袂
甜，敢会放到烂啊？高管大后该考卷啦，你还是两只棒手，卖变作小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多谢你的提示，向奎。你即马阁算讲是我公司的员工哦，即马上班时间你无伫公司办公，你走出来要创啊？啊？哦，有人翘班，互头家掠到哦，紧转去上班。好刚才你来面会，阮爸安排迄个玉游，根本就是一个人体念经机，规工拢咧碎碎念，我真正得要起笑啊！张医生，你即马阁有心情在遮怨叹啊？你敢知影？你即马已经是单身啊？你咧讲啥？真有可能？你假设下摆经验卷代志闹到遮尼大，我广东来判，恁的婚姻无得维持。所以，金燕君的离婚诉请已经通过了。无可能！你现在准备跳过来来骗我？你是不是想要为我家弟弟什么好处？张欣，你到今麦还是不肯面对现实啦？好了，随待你啦。等你小换一个通知，你就知影我是不是在骗你。大姐，大姐，高官哪里没走？麦总，你赶快跟我清楚，今麦燕君总控到底是安怎？金燕君今麦已经无代志啊，不过你有代志，你真正有够讲话呢。既然用假释的方式来陷害金燕君，你用一招，阁想要继续跟金燕君做伙好不好？你别笑死我啦！张医生，你若真正要用一招哦，你就应该。真正去死，而金燕君就一定爱为了你的死承担刑责，伊嘛无可能甲子玲做伙啊。今嘛我愿娶子玲啊，啊，不过因为你唔肯死，我唔抓着，所以你的一切计划拢白了工啊。张医生，你敢知影？今嘛外口的人拢在笑你呢，因讲你。精神无正常啦！佮讲你啊，读个歹去，迄种看袂起你的表情哦，我看着，讲起你感觉就无价值了呢。张医生，你根本无想到金燕君，等到想的就是家己，你已经彻底输啊！你的人生，互你家己算了啊！别再讲啊！你别再讲啊！我根本就无想要活，这根本就是地狱。我现在是这样，我现在做我较早死的。金燕君，你真正有够无情的。我做鬼都袂放你耍，我今晚就去找你。什么人要对付我，我就针对伊立定下手。明哥敢找人拍我，我就付出代价。伊立定真清楚，就是赵云星。赵云星若是自杀，明哥一定比死更痛苦。我真期待看到明哥痛苦的表情。段姐，医生你也来急救，你明英入。我听讲我的查某囝受伤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恁干干唔是干唔是真严？谁让我查某囝会受伤？你来给我一个交代。详细我也无清楚，你有啥物疑问，会用个申诉要求调查，伊即摆来在治疗。歹势，伊个拍面造成过侪问题，我必须要请你离开。你若是一定要探望病人，请你进行向看守所提出申请。
我正式向看守所提出申请探望病人，要唔过我还是拜托你，千万爱保护我的查某囝，卖让任何人伤害伊啊！若是有代志需要我帮忙，请你即时打电话给我。小川，你是？安尼，万叔拜托。你是哪做戆代志？伊毋是好好伫内底等开庭。代志是发生伫个高冠达去面会应信的时阵，我有听过因面会的录音。高冠达来应信讲，法官已经批准金彦军诉请离婚，还佫讲一挂口舌，还佫有恶毒的话。应信怎啊当着俩公走去弄病？咩来当好应信知影这个消息啦？应信真正的捌想袂开啊！高冠达今麦佮伊讲这个消息，这明明就要变家绝路嘛，是做够可恶的。我知影，我会佮驾驶高冠达，也佮伊明明知影子玲是我的查某囝，佮伊伫走去威胁伊。这件代志，我会做伙处理。应信佮子玲拢是我的查某囝。什么人也免想要欺负因。不过高冠达足巧的，你是安怎变来做？敢讲伊安尼做，是为着要报复应信？不可能啊！应信无得失伊，啊我嘛无，我不管是什么人得失。重点是，伊竟然敢甲我下马威，凭这点，我都无可能放伊煞。哦，高冠达代志要交予你处理，不知伊现在情形安怎，我实在想要看伊。你较有本事，我拜托你安排我去看伊好无？这点你都免少想啊！伊只要出去，还未看到应信，都会被警察抓去。你的行踪必须要保守秘密，应信的代志你唔免管啦，交我来处理就好。伊进前一直拢执迷不悟，希望这摆为鬼门关走一撮倒转来，伊会当真正感悟。那有可能啊？你着当感悟？我唔知你安排迄个阮慈心是虾米人，你安排伫个应信身躯边根本都袂用诶。我唔知虾米代志，啊，不过我了解应信的个性，你安尼皆有反效果。你也无见过阮慈心，谁人讲伊无效果？你上好莫质疑我的安排，我的决定绝对是上好的。你啥物拢莫管，听我的就对。伊生这个时阵，无我这个妈妈伫个身躯边陪伊，所颠倒安排一个细细念的阿婆，这根本就是折磨，毋是咧斗相共嘛。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才用的。啊，不过我得安怎做，才有法度甲应信斗相共？对啊，我的卡，我会当利用涌泉的科技啊。韩涌泉，你昨暝是安怎无回我讯息？潘万飞，你莫袂记哩，即摆发球权伫我遮，你着偷偷等我主动甲伊联络就好啊。我会找你，当然是有要紧的代志啊。我知啦，你是听讲应心姐自杀未遂代志，才甲我联络的对无？啊，不过我根本就无回答你的必要。
那你怎么找我什么代志？若是我预料无唔对，民国最近已经咧开始盛唐开发股票回补。我知影伊虽然有钱啊，但是伊进前放款的量伤过大，迄是一个真深的坑，无可能短时间就补妥转来。所以我爱你去查出伊无啊金水上。查伊无啊金主真重要，我的印信都拢无重要。好啊，你若唔甲我斗相共，结局是大家做伙死尔。方惠妃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署长，你不是约我来签合约的？你是安怎请我吃饼干啊？这是你的合约。第一条。替代执行董事长每一个指示。第二条，每一暗都爱穿董事长指示的性感服装。第三条，爱随传随到，不得反抗。妈的啦，这样的合约的第一条，特特地总裁每一道指令，你马上就违约啊！我要处罚你。董事长，人的爱情甲肉体早就是你的禁软，又在你处置。等掉。进入。无你是做白日梦哦，啊你梦到啥？真哩欢喜啊！往基因建设哦，甲盛唐开发进行合作。有一个 case， 因为用权上台，要重新合作。我是送新的合约过来，而且我当面甲唐董事长讨论一下。你要见阮董事长，你敢有事先预约？多谢你的提醒，早就预约了。哦，那咧你伫遮等一下，我去找秘书确定一下。你若是真正有预约，才会当入去。伫遮等哦，莫袂入去。唐永全，你莫阁考验我耐心啊！你赶紧安排我甲隐形见面就对了。方惠妃，我口肯你，打消这个念头。我会记得你之前也是一个有真有智慧的大企业家，怎会做代志这么冲动？你想看卖，你现在若是出来，真有可能马上就被人抓起来。你的罪是比应心姐搁较严重的，一摆被人抓入去，真有可能无法度搁再出来。敢讲，这就是你要爱的结果？原本。只是听金燕君甲民国讲方王妃无死，阿姆哥也无人亲目睭看到啊。今麦唐永全真正掌握着方王妃的行踪，民国敢知影这件代志？
看这本事，应该唔知就对。我要报案，我有发现一间民宅，伊内底有咧做毒品。万飞还佫伫个内面，若是互警察发现，代志就大条啊！万飞，慢走！你小三做了无够，今嘛要转来做小偷偷摕物件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紧放手。阿伯，除非你去叫警察，我好走。警察局，只要有人想要擅闯高原候选人服务处，请你派人来处理啊。阿娜啦，你是咧看到鬼哦？我哪会无去啊？有看到无？我拢写得清清楚楚，麻烦你目睭擘较大蕊的。对不起，我把人物件吃，结果我落伫涂骹，我哪会这样凄惨啊？别啉醉下。十二马枪破。我喊你三天以来。甲子林办离婚，你还闹无？我会乎你另外一支脚做伙等。风，一阵阵吹开痴情人的一袂不忘。花，一簌簌送乎心内彼个。做只马刀，雪地里踏过脚步，月光嘛好心替我照路。这款的风花雪月是上美的酸苦。你的眼神总是带着骄傲，我的等待难免感觉失落。感情敢有结果？若无爱，敢有退路？多情多风波，日日有你的热情，心起起落落，夜夜惊你的冷淡，梦颠颠倒倒。同款的一条情路，我总是辛辛苦苦，才会得到你的全部。心总是带着骄傲，我的等待难免感觉失落。问感情敢有结果？若无爱，敢有退路？多情多风波。